称蓬莱椒，又名龟背竹，茎叶粗大，叶呈椭圆形或心形。我就睡了一小会儿。那你都背下来了吧？嗯，背差不多了。哼，死读书可没用。来，七侠五义，你现在就以白玉堂展昭为例，找出符合他们气质的花材，并说明理由。开始。唯有腊梅破林雪独自开。腊梅生性高傲，宁折不弯，常常在雪后独自盛开，孤芳自赏。而白玉堂呢，年少成名，骄傲自负，眼里容不得任何沙子，可不就是一株卓而不群、潇洒肆意的腊梅吗？那展昭呢？菖蒲，菖蒲柔中带刚，坚韧难折，初一见时觉得毫不起眼，和普通花材放在一起呢，又会显出别有一番风骨。就连古人也觉得它品性正直，是一个可以驱邪防疫的灵草。这可不就是刚正不阿的展大人吗？勉强算你通过了。别高兴太早，把花都给我浇一遍再下班。